迟到了，等一下。谢谢。又迟到，你。抱歉了，大老师，又一起迟到了。你眼睛怎么了？坑那边。啊，心中的假睫毛。他是想玩你换我猜，你这大哥男。嗯，我是不是车没锁？你认不像，看我的，多宝，你属龙，而我93的，属于你。他就在你后面。你说什么？张扬帆就在你后面。中午是人中人面。你继续，这次我一定忍住。我和张扬帆就在你后面。你大声干嘛？老板，你们两个迟到扣5分。还好他没听见。这是项目明细，请过目。多宝，你00的属龙，而我93的。属于你。什么？小赖，去聚餐吗？这么多人，我去了还吃什么呀？你们去吧，我在加伙班。小赖，完了，他们不会以为我不喜欢他们，然后就排挤我、孤立我、职场霸凌我吧？哎，有了，你好，这是你的饭群。妈的，生日多宝不在，一个人只想静静。生日快乐，张总。谢谢。这家倒好，还得我来请。以后上班真该干皇帝的。